宏国集团第二代台北101前董事长林宏明涉嫌涉假贷款掏空宏国，不法利10亿余元，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，依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将他起诉，求刑12年，并科4亿元罚金。逾15万名考生报考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将在周日登场。面对诺罗病毒发威，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全力备战，将在市场准备呕吐袋、卫生纸供考生索取，周日如期登场。泰国知名变性艺人秀去年5月进驻中影文化城，最近被发现在表演节目中穿插中共解放军的戏码，讨好中国游客，引发批评。对此，中影回应，当初审核内容并没有解放军的桥段，不排除解约。台湾女将谢淑薇和印度选手波伯纳搭档，今天在澳洲网球公开赛混合双打初赛不幸落败，在8强止步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